这是我们的工作，生活满汉全席一大桌，是幸福是压力，听我们冒气啰嗦。单身半山，前赴跳槽，炒鱿鱼，兼失眠，呛抑郁，爆三高，工资奖金，余项加薪，十景外快，房贷车贷，而立不惑，渐渐明白，哦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生活满汉全席一大桌，是幸福是压力，听我们冒气啰嗦。幸福压力多，平常味道多，我就是高大威猛小家弟潘子茂的高小潘，谢谢大家掌声。哎，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们看见他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，哎哎，你不能光看见美女就看不到帅哥啊。好啦，开个玩笑，俗话说得好，足球我所欲，美女帝国所欲也，二者可以兼得，那就是足球宝贝。看到这些足球宝贝了吗？他们就是这届巴西世界杯里我所钟爱球队的那些球衣呀、啊。韩哥，韩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过，不过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是足球宝贝啊。耶、yeah。美女们，他说他是足球宝贝，我实在忍不了这种行为。怎么？我怎么就不能是足球宝贝吗？啊！朋友们，同学们，他竟然把美女气走，我实在忍不了啊！冷静，不是，你们干什么？啊！我就是足球宝贝嘛，潘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凭什么他们上来，大家又欢呼又掌声又尖叫的，我这个足球宝贝一上来，大家你看他嫌弃的，又嘘声还砸枕头，我心里不平衡，真是。哎，再说了，我问你，足球宝贝谁说非得是女的呀？不过，先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咱先不管足球宝贝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可是你为什么要穿中国队的球衣？啊！我终于明白，中国足球队多少年来被拒之在世界杯门外，原因就是因为你。我要替广大球迷做头。快走！同学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等于四歪。多少 x 呢？应该等于40。所以同学们，这个方程式好不好求？好球！好球！姑姑，出去！出去！我们吵架了吧？是无辜的，你也给我出去。
put your flag up in the sky. Put them in the sky. Ain't no side to side. Side to side. 哎呀，哎，就剩十分钟了，还是零比零。教练，让我上吧。回去。啊？回去坐着。捣什么乱呢？这。放过我。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放过我！射门射！教练，你听到没有？球员们山呼百叫的喊我上场啊！闭嘴！啊！你没看都是对方球迷吗？上场捣乱，坐下！不是，俺老是干嘛呀？你呀，你问你爸，你爸今天干什么了？今天我好心好意陪你爸去看球，回来就和我闹离婚。干嘛？看上球至于离婚吗？你知道你爸干什么了？嗯，他俩往裁判山扔瓶子。爸，这我就得说你，比赛嘛要文明观赛，你怎么能扔瓶子呢？大家的路为什么不能呢？哎，也是，妈，不就扔个瓶子，你至于离婚吗？再说我也没打着裁判。对呀。哼，就是因为你蒙着，笨得要死。啊啊！现在的世界杯正在火热朝天的进行当中，受到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。等等，鹏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啊！哦。哎，果果，嗯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以为世界第一运动是广场舞呢。说到足球，你还得聊到球星。球星是球队至关重要的角色，球星是球队的灵魂人物，球星往往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啊！潘哥啊，说得好。但是，哎，你足球知识这么渊博，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球星效应吗？球星效应，你比方说吧，齐达内退役了。法国队六年没有换过来，普斯卡什退役了，匈牙利队六十年没有换过来，高球退役了，中国队一千年没换过来。涛哥啊，那个能不能给我们出个招？这中国足球十年之内怎么样会冲击世界杯呢？方法很简单，把足球列入高考项目。啊，那你说中国足球为什么像老太太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呢？原因借口太多，他们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踢不好球说球太圆，射不进门说门太偏，打不过对手说心太软，去南方踢球觉得天太暖，去北方踢球说天太寒，去西方踢球说菜太咸。对，球迷多了说心太烦，球迷少了说情绪懒，那个批评起球员来那是弱点多，批评起球迷来是跟太前，冲不出亚洲说地不平，冲不到世界杯巴西说路太远。我想说的是，中国足球队你要给中国人露点脸，要给中国人扬点脸，给我们中国人整回脸。说到世界杯，我要在这里奉劝广大的球迷朋友们，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，我们要享受世界杯带给我们的乐趣，同时也要让老婆老板无话可说。哎，嘿，谁人呐？你瞧着点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哎，你不竞飞吗？于建超，哎，不是这刚几点你下班了就？嗨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我被我们老板开除了，因为什么呀？我不是在动物园看那老虎吗？啊，昨天晚上看世界杯看得太晚，结果着急走的时候呢，我就没关这老虎冻的那笼子啊，老虎就窜出来把人给咬了，你说就给我开除了？你说你太不小心了。不是，你今儿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甭提了啊，
我也让老板开除了。那你怎么被开除了呢？我比你还倒霉呢。怎么了？不是昨天晚上看球看得满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不给老板开车吗？啊。结果早起开车的时候就没精神哦。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给老板拉哪儿去了。嗯。结果这老板也看球了，迷迷糊糊跟着我也不知道到哪儿了。嗯、啊。一下车你猜怎么着？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啊，窜出一只老虎来。哦。这只虎，嗯，身长足有一丈二，尾巴好像一杆枪，前寸八尺寸真大。后腿一张令人忙，身上的花纹一道暗一道，他的一道黑暗一道黄，脑门上有个字是三横一竖念个王。太对了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养的老虎。再见。电视机前的你可以发微博艾特海玲，有机会获得海玲提供的豪华精美大礼包。你是谁？我是灯神，你把我放出来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说吧孩子。那我希望世界和平，从此再没有战争。孩子，你也太不见外了，第一次见面就提这么难的问题，换一个。那我提个小一点的，那中国队能夺世界杯冠军。世界杯、啊、我们还是聊一聊世界和平的事儿吧。啊，哎呀，哎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死了。能不能接吻你？不是，你能会不会踢球？能不能接吻？能不能接吻？能不能接吻？能。我真的踢过职业联赛，可是我可能你们啊没有在这个中超啊中甲里看到过我，但是你们一定在中乙幼儿组里见到过我。后来很多人说你赵攀为什么不踢了呢？改说相声去了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教练说有两样东西阻碍了我足球生涯。哪两样啊？左腿右腿。其实每次我也跟教练都去争执，我说教练你为什么让我坐冷板凳啊？教练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踢中锋的位置？教练说了，你可拉倒吧，就你踢中锋，我看你踢球像中锋了。不过你根本不懂我们这些踢球人的内心，我们连做梦都是踢球。哎呀，你怎么没有心跳了呢？啊，摁反了。您好，您好，啊，您好，哎呀，吓我一跳。您、哎、好，您好、啊，看病来了啊？看病大夫。哎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就是最近睡眠有点不太好。哦，你是干什么职业的？啊，我是运动员呀。啊，没运动先圆了。没。是退役了，但我也是运动员。原来是运动员。嗯、对对对。一看就是相扑运动员。不是，我是踢足球的。踢足球的啊？你长得像个球。我不是，你就说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给你看一看。啊，我原来踢足球啊，裁判说我老挡着他，所以我就退役了。哎呀，这个裁判太有经验了。怎么呢？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啊，哎、我就觉得我的办公室里嗯 WiFi 信号都不好。啊，这但是吧，我就退役以后特别有压力，嗯，所以我就来看看病。我这睡眠特别不好。都有什么症状？我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一群耗子在那踢球。一群耗子踢球？对，小伙子，嗯，你这属于职业病啊。是啊，你这样我给你看一看啊。你来，你趴，
好，这瓶药拿回去。哦，这个千万按时吃，但是不要过量，看好说明，每天最多只能吃一片。哦，你放心，保证你再也梦不见那群好的踢球了。哦，这药效这么好，吃一片都再也梦不着了。放心吧，回去赶紧吃，别多吃啊，一片就够，一片就够。大夫啊，我能那个明儿晚上再吃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晚上那群耗子踢决赛。他们还踢决赛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阵容十分的强大呀。哎，你说说我听听。他们的这个前锋是舒克与贝特，坐镇中场的是斯布林德，哎呀，还有米老鼠啊，这都是名耗子呀。守门的是蓝皮鼠，他们的教练是一只耳啊。那黑毛警长呢？当裁判呢？哎呀，哎，这是吃一片是吧？哦，啊，都吃喽，回去都吃喽，啊，抓紧吃啊，一天全吃了是吧？啊，吃完了。但愿能好啊！行行，那个大夫再见啊！哎，再见，尽量吧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哇，热爱足球！可是我女朋友看足球，我就不是很理解了，因为她根本不懂足球，还一直要跟我聊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传球啊！哎呀，太笨了你！老公啊，你喜欢哪个队呀？还用问吗？意大利队呀。为什么呀？这你就不明白了，老婆。意大利是什么呀？攻守兼备，号称钢筋混凝土般的这个防守，一般成功的男士啊都喜欢意大利队。哦，哎，那你喜欢他们队里的哪个人呀？还用问吗？拖地呀。谁？拖地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说的拖地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啥意思？赶紧给我拖地去，一天天就这儿看球。不是，这人。我喜欢拖地，我就得拖地呀。明儿我喜欢 C 罗，你还给我买罗去呢？哎，老板你找我？哎，姑姑，走。哎，姑姑啊，你说世界杯开赛在即，其他的电视厂家都削尖了脑袋做宣传，有的宣传宽屏，有的宣传 4K。还有的直接声称用了他们的产品越到晚上越精神，那电视机怎么才能卖出去呢？老板，其实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咱们的产品啊，质量确实不如别的厂家，咱们莫不如坦诚相告啊，也许有用。那广告语怎么说？我们的产品除了价格便宜没有其他优点，肯定能大卖，这样人家就会买我们的东西。老板你想啊，谁舍得砸贵电视啊？就按你说的办。哎，去吧，加油加油。吴哥，吴哥，哎哎，老板来了，你找我。你上次说完的那个广告创意，这世界杯都结束了，为什么我们电视一台都没卖出去啊？那个我忘了，世界杯没咱中国队。什么？去！有什么了不起？不看就不看。哎哎，我正找你呢。怎么了？到时候上家看球去。你怎么不在自己家看啊？别提了，就你嫂子那个人，母老虎一个，以为自己是世界杯裁判呢。啊！我不就是多看一会儿球吗？啊！活生生的红牌把我从床上给罚下来了。刚好碰到你，走上家看球去。行啊，我家你也不用去了，我这不是也让我媳妇给红牌罚出来了吗？啊、不但罚出来，还找了个替补。嫂子外遇了？你媳妇才外遇了呢，他爸，我老丈人上我家去了。啊！大半夜上你家干啥去了？那不是在家看球吗？让我老丈母娘给罚出来了。世界杯。是我们广大球迷的节日，也是我们广大男性同胞报仇的时刻。报仇？嗯。什么报仇？你想想，半年前，广大女性朋友们，啃着
鸡腿，喝着啤酒，看来自星星的你。而现在我们男性朋友们可以喝着二锅头，啃着鸡爪子，看来自世界杯的他。半年前很多女孩都是这样嘟咪嘟嘀，而我们呢可以哇进球了进球了，梅西梅西。潘哥啊，祝你世界杯节日快乐，祝你报仇快乐。姑姑你怎么了？我女朋友也是个球迷。姑姑你这叫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有一个球迷女朋友多幸福啊。幸福？对，你一会儿看看小超他们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幸福。老公干嘛呢？老婆回来了，看意大利队踢球呢，踢得太棒了，你看看。哎呦，我也特别喜欢意大利队，是吧？看，我买了特别多意大利队的纪念品。啊，这么多纪念品？啊，我给你看啊。我看都什么？这个是意大利队的包包。包包。这个是意大利队的围巾。啊。这个是意大利队的化妆品，还有这个意大利队的香水。老婆。啊。你说的是意大利女队呀、啊、老公、啊、你别生气，我也给你买了一样意大利队的纪念品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这是什么？意大利面。我要离婚。不过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伪球迷，借着世界杯趁火打击的伪球迷呀、啊！你现在能理解我了吧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潘哥啊，哎，你足球知识这么丰富，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伪球迷呗？伪球迷，伪球迷就是看球队猜输赢，只喝啤酒不摔瓶，不知道黄健翔为啥疯，以为 C 罗是卖洗发精。哎，各位，满足以上四点就是一个彻底的伪球迷。比如郭郭啊，他就是因为金嗓子喉宝爱上罗纳尔多的。你不要贬低我，潘哥。为什么？这我不是和你吹，我郭少，我绝对足球知识我全部了解，我还伪球迷，我绝对是。郭啊，你先不要吹嘘自己啊。那我问一个关于足球的问题，好说。足球啊，看过吧？看过。足球网，嗯，一共多少个眼儿？哈哈哈哈我瞪你的伪球迷去吧。伪球迷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借着看球发泄。你想想，万人体育场里头一块骂，那得多过瘾呢。有一天。小超跟他女朋友去看球，看完球之后就这样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今天那裁判气死我了，真的，吹黑哨，我跟你说就得骂他，往死里骂他才对呢。这以后他要有规矩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不是怎么了就离婚干嘛呀？因为你骂裁判。不是他吹黑哨，我当然骂他了，而且别人都骂，我不骂不也不合适吗？别人都骂你也不能骂。凭什么呀？因为裁判是我爸。什么？咱俩结婚三年了，你都没跟我说你爸爸是足球裁判？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吗？这还有一种球迷，就是非典型球迷，这种球迷大多数都是女性朋友们，就像小超他女朋友那样，他们完全把足球当成韩剧那样去看，不管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，世界杯都是我们的节日，节日就一定要高兴。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一下赞助商，因为赞助商赞助了一场非常豪华盛宴，让我们球迷才能快乐的过这样的一个节日。为了感谢赞助商，送上一首歌吧，歌曲之后就是广告，广告之后就是你莫愁急诊室。哎哎哎，
啊？啊？把空调修了去。什么？把空调修了。我又不是修空调的。你来看看世界杯啊，这么热怎么看啊？抠门。哎，果果啊，这边。20楼，快去！哎，你要修不好，我给你从这儿扔下去。快快快快！哎呀！高医生，我来找你看病。坐，看什么病？哎，停！圆的。高医生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就看见圆的东西吧。坐坐坐。我就受不了了。哎，这别扔啊！不好意思，高医生，我实在控制不住。高医生，空调修不好。圆光。停。我来。啊。啊！婚姻咨询，夫妻共同治疗，你先生呢？你别跟我提他，一提他我就生气。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冷暴力吗？10年了，他从来不跟我说话，只跟他说，就为了一个小三儿。哦，你先生喜欢上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三儿了？难道我不年轻貌美吗？啊。自从有了他，他上班天天迟到，下班满小区乱跑，周末带他出游，假日带他会友，就差把我这个正牌老婆给踢出门了。医生，今天你能调解就调解，不能调解我就立刻马上出去办离婚手续去。Go go go！ 累呀累呀累！宝宝贝儿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小三就是他。啊，二位。请坐，请坐。毕先生啊，毕先生看这模样应该是个球迷吧？请不要叫我球迷，我的心永远和球球在一起。足球的心不过是一团空气。我离开空气活不了。看来病得不轻啊。为了这事儿。我都得了原型恐惧症了，我看见像球的东西，我就恐惧，我就紧张。你还受伤害啊？你知道吗？你为了不让我看足球，不让我看中央五套的节目，你就愣是把遥控器上的五给抠了呀！你知道我受多大伤害吗？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，好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很在乎啊？既然你们来了，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你们调节好的。姑姑，姑姑，啊，来坐。哎，你要干什么你？别紧张。干什么？为了能够缓解你的原型恐惧症，你要敢于直视圆的。姑姑，加强训练。完嘞！走走走！哎，对，走！哎哎，走！哎哎哎，毕先生，哎，请坐，毕先生啊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呀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事儿都10年了，刚开始就是怄气，他不让我看足球啊，结果这气儿一堵就是10年，我慢慢的就忘了怎么跟他说话，我就没法面对他了。球球在我们家那是传话筒，每次我做完饭了要找我媳妇吃饭，我不敢跟他说话，我就只能喊球球出来吃饭了，哎，他就过来吃饭了。你们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哎，就这么过呗，那怎么办？嗯，我明白了啊，你这是心理障碍哦。你过来啊！看你老婆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实在太吓人了，太很突然。
不是你要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早有预料啊，这个是看不了了。哎，千万别紧张，仔细啊，盯住他的眼睛，认真看，有什么话对他说。哎，我这样能说出口？你怎么老依赖这个球啊你？你看着他说，你我说你。我真的说不出口、啊哎、别别哎，过过过过过过，怎么了？球啊，球球、啊、快这给我拉过来。哎呀，球球啊，这个太严重了，这个不行啊，我离了。加强加强治疗，来拿这个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方子。哎，不不，你干什么？走，哎走，不你不能干他呀。哎呀，他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。看高医生，高医生、啊，我好了。哇，你完全不恐惧苹果了？完全不怕了。怎么做到的？高医生，我可以不把它扔掉，我可以把它切开呀。不不，高医生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看住它？我，你看这苹果，拿着刀说，这不切苹果就切我呀？你怎么这么笨呢你？看来只要使出必杀技了。了解了解。嗯，好嘞。哎，方女士，你摸摸他。放下他。你摸摸他。给我。哎，你不是哎？给我。不是你摸摸他吗？你放不放下？我不放。你放不放下？你摸一下。你放不放下？你摸一下。你不放下我就。哎呀！国国，国护士，哎呦，太高了，国护士，大夫啊，大夫，我成功了，大夫，你这方法见效了。我刚才出去这一会儿，我跟着我媳妇照片聊了好多心里话，这十年的坎全都给解开了。说的太好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跟我说说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好，你看。你怎么剪成圆的了？这不是沟通吗？老婆是回来了吗？老婆，我让你忍我。你干啥呀你？老婆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婆，哎呀，哎呀。老婆，高大夫快救命，怎么晕了他？救命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啊，再也不看球了。你放心，再也不看球，你赶紧救他呀你。以后不许跟球球说话了。我再也不跟球球说话，你赶紧救他呀你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请神针。哇塞，这么长的针扎的得多疼啊。嗯，只扎一下。没事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你这啊，没事啊！怎么了？老婆，你醒了？老公啊，你可以直视我说话了，你好了？我，老婆呀，我这么多年了，不应该为了足球放弃你，你才是对我最重要的那个人，老婆。我以后发誓，我为你，我再也不看球了。啊！你为我改变这么多，我也要支持你。老公，等着。高大夫，嗯，哎，我好了。是是是，高大夫太谢谢你了。高大夫，我觉得。足球宝贝。二十楼太难爬了，我一起跳，爬来，我爬。有人说没有国足的世界杯显得不那么完美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上届世界杯我们的邻国0-7输给葡萄牙，我心里在想啊，还好，哼，我们没有参加。
不管有国足的世界杯还是没国足的世界杯，我们都要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，我们都要享受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激情。希望电视机前的你能够微博艾特海利恩，您将有机会获得海利恩提供的豪华大礼包。好了，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幸福压力锅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开锅冒气。时尚运动春赛季，感谢赛季时尚运动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深度合作视频网站爱奇艺 PPS， 感谢乐视网 PPTV、 搜狐视频、风行网、凤凰视频、优酷土豆网、五六网、暴风影音、网易视频、中新网视频、迅雷看看等视频网站的合作大力支持，也要感谢中新网娱乐、搜狐娱乐、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网娱乐、搜狐福建以及首席移动音乐天天动听的支持，感受最青春的海峡，探究最多彩的世界。下期节目咱们继续开锅冒气。